能动吗？别等着那边。啊！回头老人的六号，可以有十一分。为什么晚点那么多啊？还打雷了，杭州。现在几点了？2点。3点，快3点了。超帅。谁？我吗？我自己开始。Excuse me， 我叫他帅。我昨天晚上4点睡的，早上8点起来。明天把最重要的看点，给你听一下新的那个主题曲。今天一直在改歌词。没唱啊。我们那个成员大家一起唱。唱吗？我凭什么唱啊？我要唱又要说我戏多了。好了。好了。歌词这个是导唱是错的，今天在录那个新的导唱，录完明天应该就可以发给他们了。妈呀，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，为什么在这里总是？谢谢。我快4点了，我要疯了。套反了，左右脚应该这样。哦，所以这么大一个草坪，就是担心不够是吧？没有担心不够啊，这么大都担心不够啊。对，加上广播间那边好，我觉得广播祠堂那一区挺好，因为都能进去。哦，灯是比较容易弄的，然后你来租点家具摆一摆。结束啊，我们地下往前一点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往前移的话，后面背景参照会更小。要不说就是后面的也要往前移，全部都太靠后了。就基本要站哪里才能拍到他们的脸？这有20米了。站到你这位置。站你位置。你要站到我这儿拍是吧？所以全景全都是穿帮的，机位全都是，大区那边全都拍掉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而且现在有一个什么呢？有这个正高二是没的，我都是侧拳。侧拳可以弥补一点透视，可以弥补一点这个偏差的。卷一点，然后鞋的话，对，平时是吧？能动吗？能跑吗？这身要跑的。有，原来有。好，简单跟你说两句。深沉起来了。你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，没事。就是问问大概的情况，这样看明天有些规则啊什么的，不然我们调整。赶紧弄完睡觉。真的。它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天哪，你轻点，我有点害怕呀。哦，轻点啊，行。我会不会受不了啊？你是呗。我给你搁这头。肯定不会，肯定会受不了的。哦。哦。哦。这个拍完真的会丧失玩的欲望了，就是。世界上有这么多神奇的东西啊！我的天，这个你自己接吧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接吧。是蜘蛛啊？不是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啊！我都找在哪儿？哇，夸张啊！我们挑选了我们组里写字最好看的，也就
就是我们的总导演总 PD 姚一天先生为大家书写这一期的线索卡。这张还行，这张还行，别的我觉得不是很可。我房间不是很乱吗？脸都没撑，因为是要那个时代的感觉，对，有一种复古的感觉。然后那边是我们的编剧。我现在像不像那种大家闺秀，喝着凉茶熬着夜？像我一样是，什么感觉在做第一期，在当导演组写节目？你也有今天。